地方原原之表。卡 k is 包含那个结一句文。但是森斯可以谈的门能亚的马卡 k 阿约萨。M5 Hog MIH, Nipom Yothor Han。于此我应适当的详细解释诸原法之属于他们诸原之法以及他们如何互相牵连。结义不说明。于此我应的详细解释在解释了四究竟法及他们的类别之后，如今阿弥陀尊者在此章原之概要里一步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即由于 PKSID 所联系的原法 PKATHAMA 及原生法 PKATHAMA。诸有为法 Yasams and Kandamanam 有法是诸缘而生起之法，即一切心所及的法，除了四种相色，见第六章结属于他们诸缘之法 Yadama Pak 缘是对其法的生意有资助Upakaraka 之法，这是说当缘在运作时将会导致其他与关联还未升起之法升起，即已升起之法已久住。一切有为法及涅槃与概念都包括在缘法一组内，以及他们如何互相牵连，而是指在诸缘法及有为法之间运作的二十四力。这些将在此章分析。二简说两种方法。原之概要有两个部分，一缘起法，二去法。当中缘起法的特性是一法依靠他法只是发生，发去法则依诸缘的特有资助力而说，诸导师则二法会合一起解释。结二之注读说明，缘起这一词是由 Patika 源于及 Samapada 升起两个字存的复合字，通常词是结三里所解释及常见于诸经的因缘，此缘起法则可通过以下常见的格言来形容：此有故有，此生故 ，imas mem sati idam hodi imas apada idam apati。在此书来法，则被形容为一法依靠其他法而纯粹是发生 ，tapava bavai pava karamata。在此 ，tapava 其他。是指缘的升起 ，bavi
一法是指有为法，而 Bhavakaramada 纯是法是指有为法只是发生。运用此法则于经中的生缘，它是指当无明等任何缘存在时，那么依靠皆缘法行等诸缘生法也都存在。阿趣法是记载于阿毗达摩论第一部发趣论 Patana 的法，有别于只是解释缘法如何造成法生起的缘起法，发趣法也解释缘力 Patati利阿迪是有能力带来或完成效果之法，就有如辣椒之辣是潜藏在辣椒之内，能不依靠它们而存；同原力是潜藏在原法里，不能不依靠它们而存在。一切原法都具有各自特有的原力，而即是此原力使得能够造成缘法时，诸缘的特有资助力，这是对晦涩难懂的片语 aka ACD 的尝试性译文。列迪长老解释该片语诸缘的特例及他们在各种不定的资助力，而他说有别于只举出缘起法，发趣法则全面举出诸缘的特有资助力。诸导师则把此二法混合一起解释道论第十七章里记载了混合解释，其中运用了二十四缘来阐明十二缘起之每一对间的关系。缘起法 Pratikasamapadanaya 三基本程式 Sa 一 Avihyapakakara 二 Safkarapakayanam 三 Vipanapakayanam 四 Namrutapakasalayatanam salayatanamAlternal pack of fossil, 六 foster pack of ADI, ternal pack of tenha, 八 ten pack of upadanum, 九 upadanal pack of bavu, 十 bavu pack of jatai, 十一 jatai pack of jaramana, soka, parideva, daka, donas, upaisa, samfn,Evamata Sakivalasa Daka Kandasa Samoti Titanion Ayam Etsapatika Samapadanao。 于此，一源于名行升起，二源于时升起，三源于时名色升起，四源于名色六处升起，五源于六处处升起，六源于受七源于受爱升起，八源于爱取升，九源于取有升起，十源于有升起，十一源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升起，如是升起了这整堆苦。于这是缘起法。结三注读说明：缘起法，法是解释生死轮转翻的因缘结构，开显维持死轮转即令他从一世转到另一世的缘。在注书里，缘起被定义为同的
本的依靠诸缘的聚合而起。Pakaya samagam patika samang phalanamapa， 这些没有单独的因能够产生单独我，也没有单独的果愿于单独的因而升起。反之，永远是一组的缘产生一的果。在二因缘里，只有说一法是另一法的缘，这么说是为了指出在一组缘当中最为主要的缘，以及指出一组中最为主要的果之间的关系。一源于无名升起，无名 Avia 是痴心所覆盖了对诸真实性的觉知能力，就有如白内障阻碍看色所缘势力。根据经教法治，无名是没有四圣地的智慧。根据论教法，无名是没有对以下八世会四圣地，过去世、未来世、过去世与未来世缘起。行 Sankara 19间善心相应的思心所，八大善心五色界禅那善心里的思整体的被称为福行 Pabhisankara， 十二不善心里的思则被称为非行 Apabhisankara， 而四无色禅善心里的则被称为不动行 Anubhisankara。当有情的心流还是无名影响时，行制造产生未来世的业，由行被称为产生行的主要愿。无名不善业里入，而在世间业里则是潜伏性的存在，所以是善与不善行两者皆被说为缘因。二源于行时升起，是指三十二种世间报心源于行上述二十九种善不善思而升起。在前一世死时，其一个累心强的业即会在下一世与该业相之地里产生九种结身心之一，如在第五邪念七萨三里所解释，在随后的生命期里，其他以往积的业也能够根据情况产生其他种类的果报心。三源于时的升起，在第二下时专指果报时，然而它则是指果报时及前世的两者。名那么词是指与果报时相应的心所，色 rupa 一词则是指业舍。在五蕴有 papkavakarupava 里，即是拥有一切无的界的里，十缘舍名者。但在四蕴有K2Vokarabhava 里，即在无色界天里，他只愿生了名。一运有 Akavakarabhava 里，即在无想有情天里，他只愿生色法。于结身当结身心在结一刹那升起时，同时也升起了受想行三明运以及某些色聚类聚是身识法聚、性根识法聚与心所依处法聚。由于心识在这聚身法里是主，所以说识缘生了名色。
四源于名色六出己在此名色的定义与第三项相同在六处当中首五处是眼耳鼻舌印色一处则是指三十二种是烟果报心夜深色升起时他们愿住也是属夜深色的五境升起当诸相应心所升起时他们住于此称为一处的果报心升起换言之果因缘生明而明愿生报心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愿在欲的理名色原生所有住色的理他们则愿生眼耳及意三处在无色里则只有名缘一处这是该地仅有之处因为完全有五色处五源于六处处升起在此处是与果报心相应的处心处是心诸心所及目标前来相聚三个地处当中之一处升起的处为眼处它是眼镜色色所愿及眼识之相聚于一处其他的耳处等样的要各自升起一处则是与这双五十之外的二十二果相应的处由于处必须升起所以说处源于六而十六源于处受己每当处升起时非等一会源于该处而同时升起处时与目标接触而在他们接触时必定会有源于升起的感受受有六种眼处受耳处身受鼻处身受舌处身受身受及处身受在感受的方面受依据及处及目标可以是乐受苦受舍受其源于受爱生己受原生可爱爱有六种言色爱生爱相爱为爱处爱及法爱每一种又可依三方面分为三种粹只是可乐二可爱有生命及含有常见 sustained 的可爱三可爱断灭有断灭的可爱在旧境界上所有不同种类的爱都是贪心所 Lopha 第七章第萨巴虽然爱可依其目标而分别但事实上靠接触目标而升起的受若人已厌的受他就会享受该乐受而他追目标的目的纯粹只是因为他能够积极乐受反之已厌到苦受时他会渴望脱离苦以及渴望会有种乐受与待他舍受本性是宁静的而这也能成为可的目标如是三种受原生了种种爱八源于爱取生起在此举 Upadana 前文解释的四见七章节七欲是强化了的爱是贪心所的一种呈现方式其他三种制邪的
成的方式。这些曲都寓于爱、欲、一向对目标为弱或起始的贪名爱，而化了贪则名为曲。他三项原生邪见的贪名为爱，在受到该贪的影响而接受的邪见则名为曲。九曲有升起、有存在、有两种业有 kamava 与生有 papatipava， 亦是指二十种善与不善思，或一切能够产生心仪的善善业。生有则使三十二种果报心，他们的应心所及业生色。却有之缘，在取的影响之下，人某作为而累积了业。取是生有之缘，因为即导致人们造之日夜在生死轮回。十缘于生生起于死生来，是指今一世的世间果报心，其应心所及业生色生起于其中一个生存地，直到未世的主业要原是善与不善业，即业有。十一源于老生起，一旦生发生，老死是无可避免的，在生与死之间也可能会生起其他苦，例如愁、悲、苦、忧、急、恼。这一切苦的根源即是生，所以生列为他的主要愿。如生则这整堆苦，在第十一项里所出的整堆苦，即因上述互相牵连诸缘法前生法而生起。分析的类别 Tate your adult thoughts andany face at a cara tis the atis and keeper tini vatani vi im molani ca vatani。 当九三十十二支二十法三零前四摄类三轮转及二根结五三十卡斯Avi here, Sankara Atito Adot, Jaitaramur Anun Anagato Adot, Mahjusapakapa Adot, Titani Onteo。 如无名与行属于过去世，生及死属于未来世，中间八支属于现在，如是一共有三十。解五注读说明：二之一三十分别时，应明白这只是我是生死轮回里的因缘结构。当之被归纳一世的缘起，之不是只在该世运，而在其他世运作。事实上，如集里所指出，在每一世里都有这些互相牵连的几支。节六十二支 Avihyatra Anam Namupam Sale Autonam Faso Fayana Tenha Upadanam Bavu Jai Toranai Tani Om Faldas Angani。So Kadiva Kunun Pen at Savala Nidanan。
十二之事，宜无名。二喜三字名色五六畜六畜七受八爱九取十有十一十二老死所事的仇等事生之后偶有的结果七四色类 Avihya Sankaragahanena Patan Yukadana Bhavapita Bhavanti Tasatan Yukadana Bhavagahan Avihya Sankara Jaitai Jaramarana Gahanena Savadav Falapapke Kami Vabantai Niyam Katva Ativo Pap Idani Falapapke Kong Idivo Papka Ayatim Vapke Kung Titanion Visat Kara Tisendi Kankik Ca Bavani 于此，在提及无名与行时取语，也已包括在内。同样的，在提及爱取有时，无名与行也已包括在内。在提生与老死时，时等五果也已包括在内。如是有过去五因，二现在五果，三现在五，四未来五果。如是有二十法，三连结及四摄类。节七之注读说明：当心中的五还未熟时，爱与取就会升起，而每当爱与取发生时，都是以无名为根本及与他俱行。再者，行与二字都是同一种究竟法及造业之思，因此每当提及其中一词时，另一者也已被。在二十法中并没有个别列出生与老死，因为他们是色法之相，而不是究竟法。他们所代表究竟法是从至少五个缘之三连结是以过去因行与现值因果连二现在果受与现在因爱的果因连结三现在因有与未来生的因果连结结八三轮转 Yukadana Cakusavatam Kamabhava Sato Vaf Ikadiso Sankara Cakamavatam Yukadip Kusankaf Ikadiso Avasa Cavipaka Fatan Titani Antini Fatani 三轮转一无名爱与取属烦恼轮转二称为业有与行的生存一部分属于业轮转三称为生有的生存部分属于果轮转节八之注读说明轮转指了生死轮回的方式随基本的轮转是烦恼轮转在受到无极可驱使之下人们同于造做种种世间的不善与业如烦恼轮转引申了业轮转当此由而
成果报时，那即是业轮转引了果报轮转一转，在对这些苦乐的果报做出反应时，还沉溺于人即会受可爱所逐，而欲享受更多愉悦体验，只取已获得的，以及尝试避免痛苦的。如此轮转真令一个烦恼轮转，如是三轮转不断的转着，直至无明被诸圣道根除，解救二根。After he had turned his face not be in Molani see if the bunny， 当知无明与爱是二根，结之注读说明，无明被称为从过去直到现在受之根，爱被称为从下直透到未来老死之根。结识总结 ：Tis a me fasi nor inamashti daram moranamachaya pilotam abinuso。As a fan sam of the avahya apatati Fat abentam icc event tape human manicom Put sam ape du titanium path pc mauni 通过断子二根，轮回即会断灭。对于受老死之迫者，一旦诸漏升起，无明即在己。如是大贤者说是一禅即无始的轮回位缘，结识之注读说明，正见经中部经九里设一福尊。尊者受到询问以解释无明之意，而他回答道：当漏升起，无明即升起。As a final day, as a final day. 在询问他什么是漏的因时，他回答道：当无明升起，漏即升起。As a final day. 由于在诸漏当中最根本的即是无明漏 ，avahya 生者所说的意味了任何世的无明都愿生于前一世的无明，这即成立了魔使 anadikam 轮回，因为任何一世的无明都愿生于前一世的无明而往回途径的。关于诸漏第七章节三，发去 Pathanaya 十一二十四元一 Hitupakeo 二 Aramapakeo 三 Adhupayi Pakeo 四 Anantakeo 五 Jamantara Rupakeo 六 Sahajitao Pakeo 七 Ababao Pakeo 八 Nseapakeo 九 Nseapakeo 十 Puretao Pakeo 十一 Pacha Jitao Pakeo 二 Venopakeo 十三 Kamapakeo 十四 Fipakeo 十五Ahuro 十六 Indriya Pakeo 十七 Yan Pakeo 十八 Mag Pakeo 十九 Pauti Pakeo 二十 Fei Pauti Pakeo 二十一 Asa Pakeo 二十二 Asa Pakeo 二十 Fei Pau Pakeo 二十四Avagatao Pakeo Anyam
Mayam et sapat femineo. 此去法二十四元一因缘二元三增上缘四无见缘五相续愿六具身缘七相互愿八一指缘亲缘十前身缘十一后身缘十二重复缘十三业缘十四果一手缘十五十元十六根源十七禅那十八道源十九相应源二十应源念一有源念二无有源念三离去源念四不离去源于此发去法结十一支注读说明上面的二十元是发趣论的主题。发趣论详尽地解释了于阿毗达摩论第一部法趣论理列法与之间种种互相联系的方式。若要正确地理解阿毗达摩论里的发趣法，必须依缘所涉及的三法一元法 Padma 这是作为其他法制的法此元法通之路或维持其他法而成为其元二身法 Padma 这是受到原助之法它在受到原法之助之下而升起持续存在三原力 Pasadi 这是法作为原生法之源的特有方式从结三至念七阿耨罗陀尊者将是二十三如何构成了各种不同的法之间的关系他没有着原有的次序逐一的解释每一个原法而是把原法及原生法归纳为法法及名色法三组然后再把这三乘六对以解释关于每一对之间的缘在阐明这些结的内文时若遇到不清楚之处我们将会提起每一涉及的上述三法九八年一月二十四元及其分类一元十四果元二所元十五神一色识二名识三增上缘一所愿增上具身增上十六根源一前生根二色命根具身根四无见源五相具身源七相互愿识十七禅那缘八一指缘一具一指二前身一指 A 一处前身一指 B 处所缘前身一指十八道缘九相应二十不相缘一具身不相应二前身不相应
三后声不相应。九清源。一所愿清一指。二无见清一指。三自然清一指。一有缘。一具身有。二言身有。三后身有。四实有。五根有。十前身缘。一处前身。二所愿前身。十一后身缘。二十二缘。复缘。二十三离去缘。十业缘。一具身业。二一刹那业。二十四不离缘。叠十二简要应用。By the name into the maskathong namarupinong ikathapunarupasarupam namasasi ikath Pavatai namarupani namasaduvithadfayam ifianavithasi atitani omchabapakakathan名以六方士为名的缘，名以五种士作为名色的缘，者名以一种方士作为的缘色，也以一种方士作为名的缘，概念与名色以两种作为名的缘，名色以九种方士的缘，如此有六种。如何？节三，名作为名的缘。Amara la sita sita sika dhamma pup pananam sita sika namenam chara samamantara natha figatavasna puani javanakam anam javananam asavanavasa Hujata sita sita sika dhamma abhamma sampai udhivayatai Aungcha nama namasa pake oho 名以六种方式作为名的刚灭的心与心所示现在心与心所的无见缘相续缘无有缘及离去缘前身塑形是后身塑形的重复缘具身与心所互相作为相应缘第十三支柱说明无见缘与相续此二意义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这是为了稍微不同的角度看同一缘如之前做的诠释无见缘属于云法是属于原生法的名法在它灭之后即刻升起以便没有其他名法可以插入它们之间相续缘是属于原法的名法导致属于原生法在他灭尽之后依照心之定法即刻升起二缘可应用于在任何一个刹里灭与心所以及紧随他们之后升起的与心所刚灭尽的心与心所是缘法随后各升
与心所是原生法。然而阿罗汉死亡心并不能作为无间缘或相续，因为在他之后没有任何心升起，无有缘与离去缘，此缘是另一对相同而名称不同之缘。无有缘是明法之灭尽，即与其他明法有机会随他之后升起。离去缘是聚集与其他明法有机会随他之后生。二缘的缘法及缘生法与无间缘及相续理的相同。重复缘于此愿属于缘法的明法，导致与他同类于缘法的明法。明法在他灭尽之后更强有效率的起，就有学生在重复的温习功课之下对其功课更加熟悉，同样的在导致与他同类的原生法相续的起时，最后者注入了更强劲力。除了每一个心路过程后一个塑形之外，任何一个事件及一个塑形明法，只要他们能作为下一个塑形刹那里拥有的业力品质善不善或为作的明法之源，他们即能作为此法。后者是属于此原理的原生，虽然四出世经也是善行，但他们不能作为重复缘的缘法，因为他们之后升起的是属于果报心的果心，因此少了重。虽然果心能续的升起于塑形的阶段，但由他们是果报心，他们并不符合重复缘的缘法的定义。然而在道心之前的欲界三因善心是属于重复法，而道心则属于原生法。相此是属于原法的明法，导致属于法的明法一同升起，即作为一可分离的相应组合。该组合的特征是同生同灭，拥有所愿即拥有同一个一处的见第二章节一。对此缘若取任何一心指心心的组合的任各名法为缘法，其余的相应法即是真法。节十四，名作为名色缘。Kichu yhan nan gamagong kani sahajitamu namuru penun hitalisana sahajata sitana sahajitamu namuru penun panika sitana kanibatanu namuru penun kamaisana akakanAnd Hyabam Mabun Sahajitamun Rupenum Vipakaisna Nyong Ca Papkutanema Namurupenum Pakaohoi。 名以五种方式作为名色的缘之语，道分是具生名色法的因缘等。具生死是具色的业缘，一刹那是业生名色缘。诸果报名运互相作为果报及作生死的果报缘。节十四之注读说明，于此缘法的作用是有如根一般直到原生本故，此缘的缘法是名为因，
的六种见地方，解五贪甜吃三不善因，以及可以是善或无的无贪无甜无吃三美因。原生是与美一应的名法及具身的色法，具身是指结生时升起的夜生色，以及在生命期里升起的心生色，无数个数存在成长与稳固的根般，这些因引生了原生法，以及使到它们稳固。那缘，此缘的缘法使到原生法紧密的察目标，于此缘法禅之但只有五种心所见第七章解有念三。原生法是与禅之相应的心与心俗了双五以及色法，虽然具身色法不能观察目标，但由于他们是因紧密观察目标大之而生，所以他们也被包括在原生之内。道缘，此缘缘法神生法作为达到某个目的的道，此缘缘法十二道分，但只有九种心所见第七章节七点三。四邪道分是道恶趣的管道，正道分的达到善趣与涅槃的管道。于此的原生法是二十无因之外的一切与相应的心与心所以及色法，虽然果报心与为作心理的道分并有道任何目的的，但还是被列为道分，因为依他们的本性能够导向各种目的的知法类似。缘有两种，一具身业缘 Svahata Kamapaka， 二一刹那业缘 Akamika Kamapaka。 一于具身业缘缘法是八九种里的私心所，原生法是与私心所系的心与心所及具身色法，于此作为具实的思使道及相应名各自的作用，同时也即使某种色升起。二于一刹那缘缘法与缘生法间间隔着一段时间，此的缘法是过去的善或不善思，原生法是在结生与生命期的果报心及其心以及生色的。于此原力是资产生相符的果报名法及业生色的能力，且存于道与果心之间。果报缘，此缘的缘法使道与他同生的被动极不活跃，此缘的缘法果报心与心所，原生法也是该些报名以及色法。由于诸报心是因为业成熟而产生，它并不活跃而且被动，如是与睡者的心果报有分心连续不断生灭，但其实它并没异于造身与或异业，也没有清晰的觉知目标。同样的，在五门城里报心也没有致力于实知他们的目标之目标，也只有在塑形的阶段才有造业。节十五名作的缘
Tatas City City Corporate Tasalimasapai 的圆法之助及增强在他之身起的圆身法，此圆的是后生的心与心所原生，在该心的一刹那里升起，由一切四因产生色法，此圆是始于一世当中的第一个有分心，该有分之助，在一刹那升起也生色。 就有如后才下的雨伏住有的植物成长一般，后生明法住前身色法。节食六色作为名的缘。Fast Titanium cat hovi a rupem the masapai ko hodi. 这种方式作为名的缘，在生命及六一处是七十界的前身缘，左缘是五门过程的前身缘。节十六支注读说明。 前身缘属于缘法且已达到住时的色法，是属于缘身法的明法升起。这就有如先出太阳，在给它出现之后才出现的人类光。前身缘大分类，一处前身 fasu pure jata， 二前身 amma。 一在生命期当中，六色都作为门而升起的心与心所的一处前身缘，见第三章节二十至念二，在节的那一刹那，心一处并不是明法的前身缘，因为其实心所一处与法同。 同时升起所涉及的原是生源护缘，但在劫刹那升起的心所一处是身心后升起的第一个有分心的前身缘，随后在升起里心所作为一切的一界一世界的前身缘。 五所缘是取本为目标路，成心与心所的所愿延伸缘。再者，以及已达到住时的十八种完成色见章，节二都能成为心路成心与心所的所愿延伸缘。节十七。 Anativit ho ho ti aram and upon seo anantor seo pakutanos seo ca titanion tax alambanumi furukut aram and upon seo anaranu
Ura da sete sita sika da rupa anuseo. Raga deo anadama saude deo asu. Dox. Sampagalo hojanum usinus anaps yuthur. Raham achhatap ca bida ca qzala di amund ma. Bipagantite. Yoms. Ca bahadha ho di pakatupanuso. 概念与名词两种，是指为名的源及所愿源与期指源。于此，所源是颜色等，但清一源则有三种，即所愿清一指源、无见清一指源及自然清一指源。其中所愿变显著时，它本身即所愿清一指源。刚灭尽的心与心所作为无一指源，自然清一指有许多种：贪心所等、性心所等、苦、食物、气候、住所，这一切内外之物都能况作为善法等的缘，业也及果报之缘。杰西之注读说明：所愿此缘的缘法是标而升起，此缘的六种缘法是六所愿。取他们任何一个为目标的心与所是缘生。清一指缘对于三种清一指缘，一所愿一指缘 Aramanupanisaya 至极，一个喜获重要的所愿，使到属于缘生法的名依靠的升起以实之他。无见清一指缘 Mentor Rupanosaya 缘法及缘生法与无见缘相同，只是在于缘力会有差别。无见缘是导致后生前生明法运之后即刻升起之力，无清一指缘是导致后生法极度依靠前生法的灭尽的升起。三自然清一指缘 Pakatupanosaya 左层面广及缘法包括一切能够在往后有效的使主于缘生法的心与心所升起的过去名色法，如以前的贪欲能够作为杀生道邪淫等思的自然清一指缘，以前的信心能够做持禅修等思的自然清源，健康作为快乐与精进，病作为愁苦与怠惰等的自然清一指源。结八名色作为名色的源 ，Adi Sahaja Abhimabha Isaya Ahara Indriya Payuta Asa Avagatave Snipen Thoraham Navadhanamarupani Napanum Pake Abhavanti 根况名色以九种方式为名的缘，即增上缘、俱生缘、相互缘、一指缘、十缘、根缘、不相应缘、有一不离缘。接着增上缘 Tathagaru Kutam Malam Malam Hupay Taifei Sana Namanam Sahajitad Hupay DK Thubid Hopai Sahajit
Talvez na sahaja tamun namur antai Teni om si a uvid ho ho di a hudipad Deo 其中增上原有两种，所执着与重视的所愿是名的所愿增上原。二四种增上法是具声名色具增上原。结十九支注读说明，增原有两。一所愿增上缘 Aramana Tapati 于此愿作为缘法的所愿支配取他标的法，只有极为尊敬真爱或渴慕的所愿才能为此缘的缘法。事实上此缘与愿亲指缘相同，差别只在于力稍微不同，后者拥有极有效能使到心与心所生起力，前者拥有极强吸引与支配该法之力。二具身登上缘 Sahajita Tapati 缘法支配缘是法陪同的起，此缘的缘法是心与观四增上缘，见第七章节二十。任何时刻，只有当中之意能够作为增上缘，而且只生于塑形心。具身的名色法是法。节二十，具身缘。Hajitara panupsia, mahaphubama bunyupadara panupsia, patisantikathu. Fibamantai teniomsia tividhohodisa hajitapakeo. 缘有三种，以心与心所互相具身缘，以及作为具身色的。二四大元素互相作为具身缘，以及作为所造色具身。三于结识时，心所依处与果报营运互相作为具身缘。结二十之注读说明，根源于此愿，缘法在升起时导致缘生，它同时直升起，这可比喻为灯火在点时，它导致光线颜色就能与直升起。此缘可以原文所示分为三种，详细的五种。一每一个名法无论是心或心所，都作为相应名法的具身缘。二各名法都作为声色法的具身缘。三四大元素其的任何一个都作为其他三大元素的具身缘。四大元素的每都作为所造色的具身缘。五于结识心所依处作为果报名法的具身缘，反之后者为心所依处的具身缘。念一相互愿 ，Satitis kadaman mahaphubamaban atisantikhanvas fipakabamaban titanium ca vidhohodiabamko。相互愿有三种，以心与心所互相互愿。四大元素互相作为相互愿。三心所依处与果报名运互相作为愿。结念一支注读说明，相互愿是实
原式的一个分类。与一般的具生缘缘法只是纯指到原生法与它同时升起，而无需有互相之权利。然而在相愿里，每一个缘法在真法的同时，也在同样的方式之下受到者之而作为原生法。这比三脚架，每一只脚都互相支柱，直到三脚架能够笔直的站立。二，一指缘 Sittatusi kadama ababun sahajikara penupsi emahabhuta abama bundara penupsi achavasanai satanamibanatatum titanium sativit holding apakao。一指有三种，以心与心所互相作为一指，以及作为具身色法的一指。二，四大元素互相作为一指缘，以及作为色的一指。六，一处作为七十界的一指缘。结念二支柱读说明，此愿缘法已作为真法，不获一处而导致后者升起。该缘法与缘世间的机就好比大地之柱植物或物之柱彩色。一指缘的两大分，一真一 Sahajata Nisaya， 二前身一指Prajata Nisaya。 具身一指在各方与具身同，前身一指则在有两个小分类。第一是一处前身一指 Vasu Prajata Nisaya， 这现在讨论前缘时所提及的一处前身缘，将一者名为一处所缘前身一指 Fasarana Purjata Nia， 这是指心由心所一处之升起，而同时缘该心所一处为所缘的特别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心所一时作为同心的一与所缘。关于这情况，发趣说，某人以智观照内处为无常、无我，咒他、乐于他，却为所愿而生起了贪欲、邪见、疑、调举、忧、邪念三十缘。Karo Karo Masasa Arupino Ahara Sahajitanum Namarupanum Titanium C.A. Duvid Hoho D.I. Hurupakao。 十元有两种，一段时是此真的十元，二无色时是真名色的十元。结念三支柱读说明，于此缘法维持原生法存在及助后者成长。这就好比支撑着旧屋子以防止它的柱子。如是主要作用是支持或巩固 Uthamna。 时有两，一色时 Rupahara， 二时Namahara。 一色食是食物里的食素，营养是色的源。当食物被消化时，食素制造了新的食生色。食生色当食生食素，也能支助由心所生的切色
恶句，以继续制造恶句。在体内由四因所生的一切恶句的时速能够强于等于一粒色句里的其他色法，也能够支助其他色句里的色法。二名十三种，一处十，二意思十，四十十，它们是具生色法的十缘。结念根源 Papsada Papkanam Rupi Jifitin Driyam Yupadanarupanam Arupimo Indriya Sahajitanam Namarupanam Titanium Ativit Holy Indriya Pakao 根源有三种，一五境五十根源，二色命根是指取色夜深色根源，无色根是具生名色的根源。结念注读说明，根源于愿缘法通过为之内执行其控制力助缘身法，缘大乘每人都在国内的某个地区有治权，并不的其他地区。如内文所述，根源有三种：一生根，二色命根，三俱生。一前生根，每个在过去有分住时生的五就是与他们各自相符的根识及心所的根源，这是为净色控制以他为依处的心智，例如敏锐的眼的视觉清晰，怕忌的眼的视力弱。而在夜色距里的命根色是在同一距里的其他色法的色命根源，因为他以维持他们的生命来控制他。三十五种无色根见第七章结沙里的每一个是相应明法及具色法的具生根源，于诸根当中与男性根更不是是根源里的缘法，他们除外是因为有作为缘的作用。缘有三种作用：真支助与维持，根便有执行这三种作用的任何一个。然而他们还是被列入根这一类，因为他们控女或男性结构、外表、性格及倾向、致使等个人的性格倾向与女性或男性。结念五不相应缘 They can Fasufi Pakam Sita Sika Dhamma Sahajitara Panam Sahajita Isna Pachijata Sita Sita Sika Dhamma Purita Samasis好吃的意思呢 Chow fast and I perfect yam at an and vibe and add to non pure it of a snap titanium ca tivoti fiti pakao 不相应缘有三种，一在那一心所依处是诸果报名运俱生不相应缘，而心与心所则是具生色法的均不相缘，而后心与心所是前生色生的后生相应缘。三在生命其理六一处是七十界的真不相缘。
结念五之毒说明。不相应缘缘缘之住现在色法的明法，或是之住现在明法的色法。缘的缘法及缘生法两者必须属于同的种类，若其中之一是色应依者，必定是明法；若其中之明法另一者，必定是色法。这就有如掺在一起的水油，虽然放一起，却依然保持分离。如是在结生时，心宿与生起，而互相作为不相应缘，这会有分别他们为色法与名法之相。在直诸名欲也是其他种类业生色的不相应缘，在命起诸名欲则是具身心的不相应缘。不相应缘也前身与后日的种类，于其的色法是缘法，名法是缘生法，后者名缘法，色法是缘生法。这种个比前生依止缘及后生缘相同。结念六缘与不去缘。So had you a pure about they don't see a sabasa? Kabbalika Raharo Rupa Jivatam I see I am.Titanium. Up a bit ho ho tios a ko a vay guta pa o si. Yo yuan yu bu li chu yu dou yu wu zhong, ju shen, hou shen, duan shi ji se ming. Jie nian liu zhi zhu du shuo ming, yuan yu.去缘，此二缘的含义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于此愿缘法之助缘生法升起，或缘生法同时代的时刻之助缘生法继续存，而缘法与缘生法并不需要是具生法，所需的只是这两者有暂时重叠存在的时以及法在他们重叠存在的时段里有一种方式是之缘生法。如是有缘包括了前生后生及具生法，在理指一种有缘，但由于这五种里面还有分类，所以有缘还包含了其他各种不同的缘。关于这点，在下一撇是把一切缘归纳于四大缘时，就会变得清楚。结念七纳诸缘 ，man upanosaya kamasapakeisusisapakeasamutungakanti sahajitantiyongpan.At the subpipe of the citizen of the Patisandiyam Katacharu Penopsi a face not of it ho ho ti fade tabun. 一切缘可以归纳于所愿清一指有四缘当中。于此当日一切具身色法为种。并其理的是心生，在结生时的则是生。结念七读说明，列迪老在论著里解释了如何把一切归纳上述四缘。这缘有两种，其中的所愿上缘常都。都可以归纳于所愿缘与清一指缘，有时也可以归纳于有缘，
具身增上缘，则可以归纳于有缘。缘里的具身一指与一处具一指，两者皆可以归纳于缘。对心所一处同时作为一门心的一缘的一处所缘具身一指，它可以归纳于所愿缘与有缘，而受到特别重视的所愿时，它也可以归纳于清一指缘。其的一处前身可归纳于有缘，而所愿前身则可归纳于所愿缘与缘，可能可以归纳一指缘。两种业缘里的具身业可归纳于有一禅业，则归纳于业缘，在很强时也可以归纳于清一指。相应缘可归纳于有缘，但若心所依从时作为一处所愿，它则被归纳于所愿缘，也有可能可以归纳于清一缘。在其余诸缘中，以下11缘时都归纳于有缘：因缘、具身缘、相互果、道缘、实缘、根缘、禅那缘、道缘、相缘、去缘及后生缘。以下5种则时常都归纳于清一缘：见缘、相续缘、众复缘、无有缘及续缘。表82月归纳诸缘：所愿缘、止缘、缘有缘、所欲增上、一处所缘、前身指、损前身、相应心号、所愿增上、一处所缘、前身一指心号、所愿前身心号、一刹业心号、相应心号、无间续、重复、无有、一刹那业、所愿增上心、具身增上心号、具身一指、身一指、一处所缘、前身一指、一处其身、具身业、不相应、因、具身、故、果报、时、恩、禅、那、道、相应、不离去、后生、注：星号代表有日而已。前念八总结 ：IT collect。Kadama Kalamata CA Sam Achap CA Bida CA Satis Sunkata Tasa Pavatina Marakanum Face Nadita Pakao Nama Patan Kisati Isa Asa Titanion如始于30里及与时间无关的奈，有五位诸可归纳为3种概念：女色、发趣法的诸缘共有24。概念之分析 ：Pavita 念九简说 ，Tadpad。Tamarupak and Hofi A
Sete sita sika, sentataro or pino canto nipa, upsi a titanium papka, fitum pen, titanium cnm titanium c pavti. Tato face, na pavti pena haviata, pavti, pabo canto pavtanium.CA Vita Hoti 其中色法是属于色蕴与心所成的四无色蕴及涅槃是五种无色分也称为明余的是两种概念所知概念与另知概念第九注读说明至阿耨娄陀尊者以说毕性法他们的各种分类及一元分析他还未讨论到概念 Pavati 虽然概念于是地而不是究竟地他们是被收录于阿毗达摩论人师舍论Pagalapavati 在第八章的结尾里将简要的讨论概念他们也被称为明四无什么明因为他们倾向或转向 Nemana 与目标已实他们也因为导致倾向或向 Naman 而被称为 Nama 明因为它互相导致一者倾向于目标涅槃纯粹基于导倾向而被为 Nama 明因为涅槃通过为所愿增上缘导致毫无瑕疵的出世间心与心所侵或转本身剩余的是概念，概念有两种，意义 asa、pavati 与名字概念 nama pavati。前者是通过概念所表达的意义，后者名字或名称。例如，石之具有某种体型与性格，遍体生毛，具有四肢的家畜的。意概念狗这名称则是名字念意义概念是所知概念名字概念是另知概念节三十所知概念看Makaram Yukadeya Tathata Pabatabu Abatadika Sasanharasana Visa Karam Yukadeya Giharathe Zakate Dikan Apapakam Yukadeya Pura Apagale Dika Kandavatana Dikam Yukadeya Disakale Dika Samfakaram Yukadeya Yupagahad Dika Tabutane Midun Bavanavasipsi Yukade Akasinana Mitadika Saitani Omnivamadipada Apana Paravato Huan Mona Piasaka Akana Sitapdanum Malamanuthudam Yukade Aupenide Akaranum Kathfatasa Tasapapi Yomana Senkai Abayati Fahari Ati, Papiti Titanium Pavati Titanium Pavakati Ayam Pavati Papiyata Patinama 如何的三月等词是一元素的变化而名乌子
子、马车、货车等次依材料的组成而命名。人、人等词依五韵名。方向、时间等次依月亮等的运行而命名。井、山洞等词没碰命名。变相等词是依各自的元素与新周期而命名。虽然一切不同的事物在就近上是不存在的，但为就近法的影像而成心的所愿。他们被为盖，因为他们被友情依这或方面而想象、计算、明表达与知，这种概念因所知而得名。结识之注读说明：所知概念与言相同，于此作举了各种不同的意义概念。第三被称为形状概念，因为它们相等于物的形状。屋子、马车、村落等被称为组合，因为它等于事物的组合。东等被称为方向概念，因为它相等于方向。早晨、中午、星期月等被为时间念 ，Kalapati， 因为它们相等于的单位。山洞等被称为空间概念 ，Akapati， 它们相等于某可触及物的空间。变相等被称为相概念 name the property， 因为它们相等于通过而获得的心之影像。别另之概念 about property pen name make a denominatory data。S a vigilant poverty of a poverty vigilant not of a human poverty of a human vigilant poverty vigilant not vigilant poverty of a human not of a human poverty c a titanium trapeholdy yadaAn a paramecito vigem rupee the nadi metia of bopuntito dot yam and the pavati Yad a pen a paramo of the human boom of pavati dinetia of bopuntito dot yam of the human pavati titanium pavacati Pen of all Miss Saka Vesa says, your Falcon shall have it. I do. Kaku Vipan and Jupu. O Titanium CA Vedi Taba. Yu Chi Ling Chi er Ming Dai Nian. Ta Xing Rong Ming Zi Ming Ming. Yu Zhong.一真实的直接概念，二不真实的直接概念，三通过真实的不真实概念，四通过不真实的真实概念，五通过真实的真实概念，六通过不真实的不真实概念。
例如当以色受等词宣称尚存在时，它被称为真实的直接概念。当以的山岳等词宣称在境上不存在之法时，它被称为不真实的直接概念。当局四象的是结合两以下是他们各自的例子，拥有六神人，女人的声音掩饰与国王的儿子。下一支注读说明，例概念与名字概念相同，作者四举出了种种例子。真实的直接概念色受等是旧法，因此命名他们的概念是真实的直接概念。不真实的直接概念的山岳并不是旧净法，而是由心相构成的世俗法。虽然这概念是基于旧净法而有，但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本身不是旧净，因为他们不是拥有自信的代。当知其余四象的结合种，拥有六神通的人是通过直的不真实概念，因为神通是究竟真实的，但拥有者是由想构成。人的声音是通真实的真实概念，因为声音是究竟存在的，但女人则不是如此。眼识是通真实的真实概念，因为净色即依靠它而生，其都是究竟存在的。国王的儿子是不真实的不真实概念，因王及儿子两者都不是究竟存在的。杰萨二总结，以耳识心路过真随语音，在通过随后己的一门心路过程所受的概念得知其意义。当知这些概念受到事所摄，I up hit promote say send k he send have I pay go no more a sam parakindo阿毗达摩概要里名原概要的第八章至此完毕。